于我们这个首映会，你们太开心了啊！但是你们有些朋友啊，今天没有机会看到，哎，嗨，子健 ，hello， 呀，今天如果你们没有机会看到，没有事情，没关系 ，OK， 5月30号呢，我们的这个流氓出国时呢，会将在 MT Area， OK， we all get it， OK， and 我们的演员们很快就要到场了，所以待会呢，如果你们要拍一些 IG， 拍一些 IGS 呢，记得 tag 我们的就是各个演员们，还要记得 tag 我们的 New Talk Media #hashtag the chosen one #hashtag 流氓驱魔师，记得、要 tag 我们的 IG， OK， 或者如果你要 post 在 TikTok 呢，也可以 tag 我们的 New Talk Media， OK，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OK， 其实本来啊，我有参与这部电影啊，但是当时的我有其他的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姐姐没有办法就是参与我们这部电影。不过今天我在这里呢，非常的开心，哇，有这么多人呢，然后在这里呢和我们一起参与这个首映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对，来，朋友们别在这里，来来来 ，please move move 一点，来，谢谢。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所有今天能够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来支持我们这个流氓驱魔师的这个首映会哦。哇，今天真的是太棒了！哇，好多人，好多人。Hi everyone, can we move in a little please？ 来，我们一起来一点好不好？来，谢谢。好嘞，哇。很多人，我其实有点紧张啊。不过看到别人这样美，这样帅，今天我也是非常开心啊！我非常有这个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我们流氓驱魔师的这个首映会。OK，Yes， for those of you that over there on the end, please come shoot over here. We are passing you. Don't kill me, OK?好，那其实虽然我有参与这个我们的这个流氓驱魔师的电影，不过呢，我有到他们的就是现场幕后的现场，然后他们拍摄啊，对，我看到你们非常棒，好羡慕你啊，跟瑶瑶一起合作啊，那么真的他们的。这我们的演员们呢，他们真的是费了很多的这个力啊，费了很多的，就付出了很多的，他们的点点滴滴呢，为这个project呢呈现，想要好好的呈现给大家。他们这次真的是流了很多泪，流了很多血，流了很多的，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啊。对，所以呢，当然我们的演员们就要快到场了啊，然后记得如果你们要拍什么 IGS 呢，记得 tag 我们。也 tag 他们的演员啊，然后也 tag 我们 New Talk Media， and #hashtag the chosen one， 有我们 #hashtag 流氓驱魔师。那么今天呢，可能有些朋友呢不能够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流氓驱魔师。不过没事 ，OK， 5月30号呢将会在我们的新马电影院上映，好不好 ？Yes， the film of May， the chosen one will be in theate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所以到时候呢，记得啦，带你们的亲朋好友们下去，就是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流氓驱魔师啊。Yes, if you have time, do remember to bring your friends and families. The three of me go to at least one Singapore and Malaysia. 你还没看吗？是吗 ？OK。所以恐怖吗？你那边恐怖？你觉得你在里面吗 ？OK。我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你就这样都跟我吧，对。好，所以那些朋友们如果你们还在那边的话，记得来到咱们这边的 this empty space， 有点不要问的 ，and from there please walk over and fill up the space on your head. Thank you so much. I'm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class, really, because the last time I saw them was about a year ago.Yeah, when they were filming in Penang, Malaysia. And let me tell you, when I was there, I was really there. There were so many good food. I don't even know how the class can endure not to eat, right? And like,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play the scene, 要照顾
所以爸妈真的是有时候不努力的努力的，没有吃啦，没有追求啦，然后就一直开心一直很努力的，然后睡觉也不好睡，对不对？对不对？你睡过吗？你拍自己啊，很多头发在啊，对啊，睡得多啊，好呀，所以这是跟我们的这个团体一起合作的重要。OK, 对了 ，actually it was really very hard to be able to get with Gabi. Yeah, it's very hard for us. And we also have 自己啦 ，I mean, you know, we have to have 自己啦，自己 is very important. And yeah, and now that was actually really, very interesting. And she's very, very cute. So, 谢谢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的这个演出模式啊。那我们话不多说了啊，我们向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演员们，欢迎我们的导演。呜！对，我们现在叫上下来了。欢迎我们的演员郭书瑶、周子杰、何敏欣、林欣，还有我们的导演吴雪艳。这边一点，因为我们安全班在这边，对。好，姐姐这次来到香菇有没有吃到什么美食啊？这次来到香菇有没有吃到什么美食啊？螃蟹，听说你很喜欢榴莲吗？我们准备了，没有吃榴莲，没来开玩笑，直接经常带你去吃榴莲啦。好，那么，来，我们这次跟新加坡的本地人组合作为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Sorry。对，所以聊聊这次跟我们的这个新加坡本地人一起合作有怎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第一次的印象啊，跟现在的印象 ，first impression，is there any difference？ 这位女孩的这个 first impression， 第二印象。对啊，发现你对。哦。然后慢慢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还很有智慧，很有想法，而且非常用功，把戏演得很好，做功课来。我蛮羡慕，我想多多学习自己。是一个很暖心、很细心的女生，就是好像一个姐姐般的存在那种。为什么你们全部都是好多？你们怎么这么坏？怎么好比？没办法，其实这整部戏应该，然后就是算是有意的那种，就是，只要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要，要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他的合作会是要什么一种什么样子，因为毕竟，都有一个有
当时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们有十多排队，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戏院的电影就知道是什么关系。等一下，你知道不清楚的朋友有吗？没有，就是他没有。OK， 所以那位你们记得吗？到那个电影院你们可以去看吗？当然，那些没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看的话，你们5月30号呢，就会在我们西马这个电影院上映，最接待你的亲朋好友会进下去。哎，那么你们两个就很公司混在一起，对不对？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不喜欢对方的一点？有来说说吧。我觉得他完全侵犯了我休息时间，侵犯了你休息时间。为什么？其实就是这部戏，真的很好。那你们没有看啊？然后我只是在现场，就好像拍完戏之后，其实我们都一直偶尔会去分析一些戏剧上的问题，电影怎么去展现，电影怎么去让它变好。然后我今天有一段时间就是跟他好的一个这个东西，我记得我跟他见面了，他就是在我这张照片，他什么照片？他就把剧本拍下来，怎么定，怎么去写拉，怎么去导演，然后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能去这样要求，我觉得都没有意思。但是真的说真的，他就是很用功了。对不对？那我们还要再问你们有什么喜欢的一点？就是看这个戏，大家能够明白。因为我喜欢七十岁的男同学，就喜欢这个人嘛。四九，然后跟后来成为了一个，然后我就要把他吃了。所以我是一个喜欢他的食物。是是是。反正有点吃不消。哇，那真好，我要他给我提供。对不对？你怎么那么演技？好，那么期待没有？这些都挺不错。那直接这没有那种很多压力的。多压力，不是压力，然后本身自己就会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这个就是压力。当然，我们不是工作的时候，我也有很多压力，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压力，然后所以有一种还是有一种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写，不要报纸，不要说稿子，他跟我说不要报纸，然后对，所以当时真的是压力。不过我问你，拍摄的过程中还 OK 吗？还很好玩吗？可能是我压的是每个剧情就好像是这样，就是很累，很累。真的是，我其实看得出你们真的是有了很多的付出啊，然后流血啊，流泪啊，流汗啊，真的很辛苦，所以真的太辛苦了。好，我可以问你一下，可以带我们讲什么？不了，我不是电影，我是国外的，我是印度人。我有很多感觉，我有很多感觉。Yeah, OK.I saw the person when I was being addressing to this season. I remember the children that were like, hey, you have to come back. It's okay, I don't know. They're very serious and serious about mentoring the disciple. Funny because of the people around here are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So most of the things are, most of the funny points are already speaking on all the aspects. Some screen change their.Yeah, some script and some is collaboration, some even on the spot. They have to do something as an inspiration. When she directly was brave enough and courageous enough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And I like that because then if it works for the film, then we can do it better than the action. I mean, I'm sure your version of this is your very serious one. You're not going to take it seriously at all. The attention of seriousness and the face of jewels. Okay. 那你觉得这次就是第一次的电影，一直看电影，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除了电影即将在大荧幕上看到自己，非常的激动，心里面其实非常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看电影，
Thank you.
谢。
Jung Hao, Wang Zhiqi, Rick Steele, Alfred, and Rick Wong. Thank you.